伟大的神灵，请赐予我面对今天的力量，将和平的信心传达出去。 伟大的神灵，请赐予我力量，去说服大家追随您。 就是他，我们去做自我介绍吧。 愿伟大的神灵能够保护你。很高兴认识你，包加康帝。我是索克族的酋长吉奥卡克。我叫瓦库萨斯，是狐族的酋长。我们都非常欢迎你。伟大的神灵派我前来，愿他守护你们。我们两个部落的人民多年来一直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就在西边那个大湖的湖岸边。 我们狐族人和索克族人很友好，一直和睦相处。所以你们从未发动过战争吗？我们经常会联合温尼贝格人和波塔瓦托米人一起去对抗奥吉布瓦人和易洛魁人。但伟大的神灵希望所有的部落互相友爱，和平共处。昨晚听完易洛魁巫师的话之后，我们和敌人一起同仇和平烟斗。不好意思，打扰你们谈话了。你看那边，包加康帝。 另一个代表团来了，他们想和你谈谈。这是奥吉布瓦族酋长。很高兴见到你，我是来自奥吉布瓦部落的奔路，也是龟族的酋长。我想你也许还记得这两位勇士。我记得，是他们护送我们上独木舟的。谢谢你，奔路酋长，你让我们的旅途更轻松了。 别客气，我们奥吉布瓦人天生好客，怪不得你们建造的独木舟如此出名，你们真是个伟大的部落，谢谢你们。同样的，我们也被称为石道者，我们那里有很多野生稻米。真幸运，大自然送了你们很棒的礼物。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有些人，你看，另一位酋长正等着迎接你呢，是米克麦克代表团。那么我就先走一步了，我们稍后会在大集会再度碰面的。 愿伟大神灵的和平与你们同在，再见，奔路酋长。我很想见见米克麦克族的代表团霍皮豪。快看，因为他们的居住地比较寒冷，所以穿的衣服比其他人更保暖。我们很高兴能参加大集会。 我们一族等着一天的到来，已经等了很久了。很荣幸见到你，利眼酋长。我很惊讶，你竟然知道我的名字。我们还知道，你们的村庄就在冰河的边缘，也就是河流汇入大海的地方。你们族群靠打猎和捕鱼生活。伟大的神灵赐予我们充满树木、湖泊和动物的土地。你是一位伟大的巫师。 因为你是二纲昆族的人，我们把你当做自己的姐妹。谢谢，很高兴见到你。我们聆听你的信息，并向你保证，我们将会与周围所有的部落和平共处。愿伟大的神灵读懂我的心，他知道我说的都是真话。我相信你，利眼酋长，希望没人背叛你的信任。谢谢你相信我们，保加康帝。我们期待你今天下午在大集会上的发言。 你好，保加康帝。哦，是默克，默克。我想你了。你来了，默克，你还好吗？很好，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密切相处，我的生命里已经不能没有你了。嘿，你说什么呢？你看到那边的代表团了吗？那位酋长是我父亲。 他身旁的是我母亲，除了他们俩，还有一群族人一起来参加大集会。太好了。
他们和你一样都相信伟大神灵的教导吗？是的，我的父亲渴望和平。他们真是郎才女貌，你能为我介绍吗？保加康帝，这位是我父亲，墨西干族的酋长，这是我的母亲。伟大的神灵即将在大集会上透过你传达信息，我真的很高兴。贝戈族，我们住在密歇根湖的西边。我很高兴你们能前来。我和我们的代表团是来护送你前往我们的营地见酋长的。我们伟大的奔牛酋长正在营地那里等着接见你呢。去吧，接受他的邀请，请带我去见他。真的，那真是太好了，他要来见酋长了。太好了。温尼贝格人看起来好像都非常友善。族人越是爱好和平，酋长越有智慧，更愿遵守教诲。欢迎来到我们的营地，朋友们。我很荣幸来到这里。荣幸的是我才对。我们一起吃饭，抽和平烟斗，这是我们的一项传统。可是很抱歉，奔牛酋长，我们不能久留，时间不多了，大集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不会耽误你的。非常感激你们几位的大驾光临，我们甚感荣幸。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聆听伟大神灵的话语。预兆显示，即将会有场盛大的集会，有人会在集会上替伟大的神灵传递信息。我马上告诉了我们的酋长。我和我的族人仔细讨论过，我们决定无论多远都要赶来这里参加大集会，因为我们实在等不及，想要聆听你的话语了。没错，我们想成为第一批听到信息的部落。我明白了，我向你们保证，你们不会后悔长途跋涉。我们知道这次旅程很艰难，当我们抵达时，拉锹狗都筋疲力尽了。用狗拉锹吗？我不太明白。我们把狗当作是劳役动物，在迁徙时由它们拉动木锹，为我们运送所有的家当。我们的勇士绝不会让狗做这些事。那么这些狗也可以拉人吗？有时候我们也会让老人和小孩坐在上面，尤其是当他们没有力气，雪又太深的时候。这样做实在是太聪明了，这只是另一种方式，利用大自然提供的一切来减轻负担。
先走了。奔牛酋长，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你们该出发了。停止舞蹈。伟大的神灵派我来这里，以神的名义传递重要的希望之声。我们都知道，成长和变化有时会带来悲伤、恐惧和牺牲，但同时也带来喜悦。当孩子长大成人，当冬天转变为春天，当我们收获大地的礼物，我们借由牺牲向伟大的神灵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地、植物、动物还有人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我们必须保护这些大自然馈赠的珍贵礼物，但是我们所拿走的一切都必须同等的归还大地，只有这样做才能保持大自然的平衡。众所周知，入侵我们土地的白人已经构成了巨大的危害，他们不尊重大自然的法则，他们认为自己才是大地的主人，他们不敬畏大地，贪得无厌地夺取。如果让他们继续这样下去，许多动物，包括老鹰、狼、山狮、野牛、乌龟、熊，还有土狼，所有神圣的动物都将面临灭绝的危机。伟大的神灵派我来告诉你们，我们绝不能丧失信心。我们将经历极大的痛苦，改变会像飓风一样横扫我们的土地，许多人将会失去生命，动物、植物、大地本身，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将被破坏殆尽。白人将占领我们的每一寸土地。尽管如此，那些生存下来的人必须继续尊重自然法则和我们的传统。我们会被赶出家园，饱受侮辱，但我们必须找到抗拒的力量，因为总有一天，我们将再次崛起。会崛起的，会再次崛起的，团结！这真是可怕的命运啊！我们必须要团结起来。保家坑地，你必须将这个信息传给其他的部落，传递给别的部落。我们会把信息传达给所有的部落，从遥远的北方一直到南方的尽头，足迹遍及山区以及平原。当我们将伟大神灵的意志传达给所有的部落后，我将越过广阔的海洋，踏上白人拥有的土地。我会和他们的首领，那位明智的女王交谈，我会告诉他们，所有的人民之间必须和睦共处，大家都要遵守伟大神灵定下的律法，所有的人都必须这么做。去吧，我们必须这么做。是的，我们必须这么做。我们要和他谈谈。对，保家坑地，我们要问你几个问题。好的，你们想知道什么？你说我们的人民将再次崛起，那么他们会变得跟多年前一样强大吗？跟他们第一次越过大冰川时一样吗？他们得猎杀猛犸才能活下来。是的，这一天一定会来临的。你看，我就说吧。啊，总有一天，所有的人民都会和睦相处，但在我们崛起之前，我们必须赢得斗争，生存下来。
整个世界将会团结一心，所有人都会生活在和平当中。如果要打仗的话，我们一起战斗，团结才能胜利，团结才能胜利，团结，团结，胜利，团结，胜利。我的朋友们，我们部落中有个古老的预言说，我们生活的世界将被销毁，但同时我们必须要让那些白人见识我们崇高的气节和纯洁的心灵。我们要展开双臂，准备随时献出我们的身心。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勇士让正能量在我们身边围绕，这将保护我们的人民不受伤害。你们都知道，我的部落经常被伟大的神灵选中来传达他的意志，而这次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战胜敌人。战胜敌人，战胜敌人，赶走他们，撤退，战胜敌人。霍皮豪要我们形成一个能量环，一个圆圈，而这代表着生命的循环。原来是这样。那边安静。是的，这个圆代表着生命的循环，天是圆的，世界也是。万物皆圆，比如老鹰的巢、太阳、月亮，还有蛋。是的。雨滴是圆的，一切都是圆的。没错，土狼可真聪明。是的，世间万物最后总是会返回到原点。这次集会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一切都是生命的循环，如果我们遵守自然的律法，循环中的万物将会生生不息。那个男人是谁？巴加康帝，他会自我介绍的。我是掌管粮食的神灵，我得承认土狼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粮食也有一个周期，先播种收获，然后再播种。如果想要吃粮食，人们必须耕种。你们当中有些人偏好捕猎动物或是去钓鱼，而不愿意主动去耕种。未来有一天，白人将杀死所有鱼类和野生动物，但你们会生存下来，因为你们知道如何种植粮食。是的，没错，说得对。再见了，我的朋友们。再见了。对很多人来说，我就是世界构架的象征。无数的传说塑造了我的形象，传说伟大的造物主命令我从海底深处搬运泥土建造新世界。我今天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告诉你们，预言终会成真，你们会经历一次次艰巨的考验，只要你们尊重大地永恒的法则，就会获得胜利。但是人和动物必须学会如何生存下去，直到永远。未来有险阻，但我们并不畏惧命运。伟大的神灵一定会帮助我们。谢谢，太好了，太感谢你。谢谢你，保家康帝。我以伟大的神灵之名宣告。感谢你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声，不管有多艰难，我们会顽抗到底。我们会牢牢记住你今天说的这番话的。我们将如同手足般和平共处，创造正能量环，将和平带给我们的人民。我们永远都会尊重生命的循环。
去代表我们发言吧。伊洛魁族的明智巫师，我们得走了。我很难过，所有的巫师在昨晚举行了会议，我们将派遣这两位勇士来保护你的安全。奥吉布瓦族的奇瓦和米克麦克族的麦克，他们都是勇敢的战士和优秀的猎人，他们将一直追随你。我很欢迎他们加入我们。从现在起，你不再是波瓦坦酋长的独生女儿了，你现在是所有印第安人的女儿。此刻起，所有的部落都将视你为公主。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话，我会尽力不辜负你的期望。愿伟大的神灵永远守护你。